我觉得最甜蜜的就是每一次我骑摩托车来接你的时候，然后我们等红绿灯的时候，我会玩你的膝盖，然后跟你聊天，然后虽然很大声的跟你讲话，然后外面的交通很嘈杂，可是我们两个人很快乐的在人群之中。你呢？我觉得我最甜蜜的时候就是我放学的时候呢，你在校门口，然后一个人等待样子，我远远的看，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最幸福、最甜蜜的。是吗？可是你每次都说夏天坐的摩托车很热很烦。哪有乱讲？冬天又下雨，烦死了，叫我换车。不要。好啦。我觉得最甜蜜的就是这样子吵，斗嘴啊，男女朋友斗嘴就像我们刚刚那样子，就会我觉得是很甜蜜。那如果你很久没有甜蜜了，记得在11月30号。今年最美好的电影《甜蜜蜜》，记得带大家一起去看哦。